我这边是市北医院急诊抢救室，我这边有个心梗的病人要立即转院，前面是电击过的。送到哪里？送到十院，因为要装支架的。好像报过来是急性心肌梗死，要转到大的医院做 DSA 的介入的手术。打了八次电击，打了八次了。电击这个人在市北医院总共发作了八次实颤，然后医生也给他除颤了八次，病情是相当危重的。除颤完以后，病人恢复正常心率，再做一个心电图，这个病人是一个广泛前臂的一个心肌梗死，大面积的心肌梗死。他转院了啊，告诉你，路上还是有风险的啊。好的。要理解下来吧。好，这里听个。53岁的徐鑫在市北医院电击除颤了八次，依然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，他必须立刻被送去离市北医院最近的胸痛中心进一步救治。但转院途中，谁也不能保证病情不出现恶化。不好。因为这个病人的病情是相当危重的，在院内的话已经八次除颤了，随时随地会实颤再次发作，一旦发作的话就要立即给患者进行一个除颤。实颤是急性心肌梗死的严重并发症，如果不及时发现并电击除颤，就意味着病人的死亡。当我翻开病人病史的时候，我的余光是始终盯着监护仪的。不信，啥情况？发射出了，又回来了。飞了稍微跑不了。请报省医院，叫他出去准备好。叫他涂上衣，准备好。十院送过来一个病人，心梗病人，在市北医院电击过八次，车上又电击了一次。你们准备好除颤仪，车子马上就到。刚才心跳又停掉了，又除颤了。吓死我了，他什么毛病啊？心肌梗死了，这个这个心脏随时随地要停的。现在胸口还闷吗？好点啊。突然我一个心肌梗死了。对。你来了马六给你发球。好，先不说话啊，不说话了。来，高兴了，高兴了。来，我们要高兴了，高兴了。来，高兴了，来，高兴了，高兴了。小小的救护车承载着徐鑫生的希望。深夜的街头正在上演着一部真正的生死时速的大片。除颤仪掉了。来来，你看，来，车上又颤了。市北医院除了八次，刚才车上又除了一次，现在血压蛮低的啊，73/7血压值。1、2、3。怎么样了？谢谢你了。
爸爸生意马上跟你上班。我说我就跟我说。第十人民医院为徐鑫开通了绿色通道，他被紧急送进导管室进行心脏介入手术。刚刚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徐鑫，终于有了生的希望。很紧张，紧张，从开始的害怕到现在的镇定，看到这些医生，他们就不停地在工作，连一句废话都没有和我说过。我觉得真的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负责。这次任务当中，我们三个人的通力配合，才把这个人从市北医院顺利地转移到十院，充分地体现了我们院前急救金三角的一种魔力在里面。算庆祝一下啊，吃顿好的。还好啊，这个车子开得快、啊。老司机就是老司机，我们以水代酒，庆祝一下。谢谢我们敬敬我们吴老师。